冷风狙击手因在执行任务中擅自行动，给予行政看管。为什么违抗命令擅自开枪？听说过战狼中队吗？中国特种部队中的特种部队。一名资深狙击手最快需要2.5秒，我2.3秒。 有外军入境，犯我中华者，虽远必诛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让他们先撤退。